首先准备自己爱吃的蔬菜，再来点黄豆芽，再来点金针菇，清水洗净，鸭血给它改刀，午餐肉改刀，再准备点新鲜的毛肚，再切点葱末，咱再切点姜末，再切点蒜末，起锅烧油，锅中油热，下入空间蒜翻香，来一勺郫县豆瓣酱，再来半块火锅底料，小火给它炒香，炒出红油，来一大勺酱油，加入少许清水，再来点蚝油，少许盐，鸡精，白糖，大火给它烧开，咱们给它捞出料渣，放入洗好的配菜，焯至断生，捞出装碗备用，水再次烧开，下入午餐肉和鸭血，最后再放入毛肚烫15秒捞出，给它倒入碗中，再来点干辣椒段，再来点麻椒粒，再来点蒜末，再来点迷人的小葱花，再来点熟芝麻，热油炸香，美食自助完成，老好吃了。